迎收看《心灵乐飞扬》，我是达明，我是明一。我们《心灵乐飞扬》今天邀请到三位年轻的特别来宾，哦，他们要跟我们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哦，对他们影响最深、让他们最感谢的人啊、哦嗯。而且这三个好像还挺熟的，是不是、啊？他们不单单是在台上熟哦，台下他们私底下也很熟哦，好朋友来的哦。好朋友，好，一起来欢迎这三位：张新杰、曾志豪，还有罗美玲。来，欢迎欢迎。朝气跟活力，奇怪了，美玲我们认得嘛，对不对？这两位是双胞胎来的吗？快看，是兄弟了。我最会看双胞胎，他们不是双胞胎，他们是兄弟，对，不是亲兄弟，不是啊。我们就时常就可能是常在一起，天天都在一起。哇，好妙哦！真的有没有人说你们是双胞胎？有。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那个工作人员说：“哎，欣姐你来了。”我还说：“对对对，好久不见。”真的是这样子，常常会误会。我们刚才说你们常常在一起是没有？我跟欣姐两个啦，因为我在台北其实没什么朋友啊，真的、啊。对，然后就刚好来台北就认识他。OK， 对，我要吃饭，我一起床就会打给他。所以你们两个算是蛮多年的交情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真的是多少两。你们怎么认识的、啊？我们是在选秀比赛认识的。哦，选秀比赛变成朋友，在台上认识，台下又变朋友。嗯，对对对，因为刚好在对岸，然后那时候住在一起又刚好。哇，你们现在有住在一起？没有，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，在外地的时候。那时候，那美玲，你是跟欣姐比较熟嘛？对不对？其实。严格说来，我认识他很多年，但是其实我跟他可能比跟他还要熟。真假的？真的，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群组，然后常常就是在那个群组里面都会聊天，说早安啊，干嘛干嘛，然后都知道彼此的近况。哦，可是为什么你没有加入我们的群组啊？没有，因为你们排挤我吧？没有，因为他比较大牌。对对，因为你都知道近况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哇，好妙！所以今天的这三位年轻人到我们节目当中来，跟大家来彼此分享一下。其实呢，有的时候真的是私下，如果大家彼此是好朋友，彼此扶持是更好的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请美玲先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？对，红色向日葵。哎，你的向日葵是红色的，对，是红色的，比较温暖一点。那我觉得最近天气也冷了，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拿出来温暖大家一下，对，温暖大家，红色向日葵。好，一起来欣赏。心里
泪水又在脸颊停住了，寂寞悄悄地问怎么了，只好轻轻说没什么，也许是向日葵太美了，不小心又想起且已经结束，黑夜悄悄地问等不等，只好轻轻说该走了，不见了阳光的向日葵。不小心泪水又在脸颊停住了，寂寞悄悄地问怎么了，只好轻轻说没什么，也许是向日葵太美了，不小心又想起且已经结束，黑夜悄悄地问等不等，只好轻轻说该走了，不见了阳光的向日葵，不开了不快乐。超强的，对，罗美玲的向日葵是红色的，在这个冬天里面有带来一点暖暖的爱，是温暖的感觉，而且红色代表热情，对，也是一个爱心的感觉嘛，对，爱心，然后会让我想到我妈妈，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跟妈妈很像，然后每次出去买菜什么的，然后菜饭就很可爱，就说哎。你带妹妹出来哦，然后想说让我妈妈开心一下，这样，然后 OK 了，对，我是她妹妹，妈妈好开心哦。有一次就是，我记得我们两个就是去买菜，手牵手回家的路上，她就这样，就摸一下，就她说，哎呦，你的手很嫩呢，她就这样，然后她就说，哪像我的手都粗粗的，就不好看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很可爱，我就抓起她的说，哪有哪有，我最喜欢你这个手了，好辛苦好辛苦哦，然后我就亲两下，好亲密。然后他就会去，他就一直笑，他就一直笑。你有点这样子，好像逗妈妈一下，妈妈很开心，他非常开心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就难得看到他，就是有感觉，好像真的有被安慰到。然后其实他很早以前就离开我，跟我爸爸离婚，然后一直到长大才有机会，就是我自己长大了，然后想要找回妈妈，所以我就觉得好不容易，跟妈妈团圆了，所以我就一定要把那个缘分再找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有那个想要补，对，补回以前过去没有妈妈在身边的，所以你就花更多的心思。对啊，其实每次回家，妈妈就是，比如说我放假打电话给我说，哎，你今天有没有回来吃饭？我煮了你最喜欢吃的什么？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哦。嗯，有时候好好，真的哈，你也可以来我家吃饭啊。我父亲啊，我爸爸，他说，哎，你今天没有放假啊？然后我说，那干嘛嘞？我都会先问干嘛。然后带你去上打猎，我就不想回家。带你去打猎，你要你觉得好累哦。对，因为被蚊子叮。你上次要想一个 Q 点，然后让你爸爸有这种窝心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好想一个方式。男生跟女生，问你有没有放假？我煮了一锅汤回来，爸爸你要不要喝？这样。哎，对啊，是不是？爸爸，你负责去打猎，然后我等一下煮好吃的东西给你。所以男生跟女生真的想的不太一样。不过讲到这个，这是很感谢的心，感恩的心哦。那至少你自己。有没有像美玲有这样的一个对家人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？哎，志豪是谁带大的啊？还蛮多人的。哎呦，对，你是很多人带大。三岁前跟三岁后是吗？就很多阶段是不是？对，很多阶段。Okay. 三岁前是因为我那时候是跟着妈妈还有我外婆 ，OK， 所以那时候我还是冠母姓。哎呦，对，之前嘛，三岁前是冠跟妈妈 ，OK。然后因为那时候后来因为妈妈工作的关系，然后三岁后又交给爸爸那边，所以是跟奶奶跟姑姑他们。哇，那你要感谢人太多了。哦，感谢太多了。所以你的本来的姓是？我本来姓赵。所以长大之后才又？三岁之后才变真。OK，, okay 对，志豪是这个贺大哥的啊，对，儿子，哇，贺一航，对，贺一航的。但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演艺圈里面很多人其实都用艺名，那贺一航大哥其实他的本姓是曾。曾，对对对对 ，OK。那所以你现在要跟我们分享说，你要感谢哪位？对啊，是你爸爸吗？还是？因为三岁前一直跟着外婆，然后那时候他就是很疼我，那时候他应该还那时候还没有信主。然后后来是他信主之后，那个
赌博也戒，然后什么都那个没有。哎，所以是阿妈先信主哦。最先好特别哦，很特别，而且很不容易耶，老人家。对，而且他也带我去教会。对，可是那时候因为我还小，那时候我不是很懂啊。对，那时候去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听人家在讲啊，听一听我就睡着了。对啊，可是那个毕竟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。对，从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教会，对不对？那是第一次。哇，好特别哦。对，然后。后来3岁之后就是跟着奶奶，然后整个家里有3个姑姑，然后我爷爷奶奶加我是6个人，所以我等于有4个妈妈了，因为 我奶奶对我也是像大家都在疼你嘛，对对对，所以你的那个童年时候是充满也是充满了爱啊。对，虽然说自己的妈妈不在身边，可是反而有这么多母性的光辉，但是也是一个在屋子里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4个女人就有4张嘴，对了，那就是你们做男生的比较理解这种，有的时候那个女生太多了也是麻烦，那个不写功课要被打4趟，哦，真的很累很累，都会管你哦，都会爱你，也都会管你。我们家是属于军事化铁的教育，要纪律，对对对对，可是。是小时候会觉得很抗拒，然后觉得就不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逼我干嘛干嘛，可是后来长大才懂，回头看觉得真的他们爱你关心你，是啦，没错没错，真的要不是爱你的话谁管你呀，对啊，所以至少你要带来一首歌，对，没错，我因为借这个关这件事情啊，我要带一首歌送给我的奶奶跟外婆，哇，因为他们比较听得懂台语歌，所以要带一首台语歌曲，好听的闽南语歌曲，好，来带来哪一首，阿嬷的话，哎，阿嬷的话一定爱听哦，对对对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在细汉的时阵，阿嬷对我上好，把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。伊嘛常常闯去幽静，看人咧佚佗，看人咧办公会啊，看人咧美小撮。伊常常讲讲，叫阮着爱好好读册，唔通大汉像你老爸啊，这呢也狼狈。伊迄个时阵，阮拢听拢无。阿嬷，你到底是咧讲啥话？到干了后，才知影阿嬷的话，我会甲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。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。常常拢在予人真难忘，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，在阮的心内，常常拢会想着伊。阿嬷，
欢迎你再度回到心灵的飞扬。今天节目当中呢，如果你刚才有看节目，你会感到大家都抱感恩的心、哦、是，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时候要去感谢别人、yeah. 所以如果你看了节目你有感动，赶快拿起电话，你爸妈在旁边找个可以感谢的人感谢、哎、或者你父母亲在旁边要感谢他们抱一下，对对对，有没有、嗯、好不好及时、yeah. 哎、我们刚刚在讲感谢嘛，对不对，好像都在围绕在家人里面、啊、妈妈妈妈啦哈，妈妈啦，还有什么阿嬷啦、姑姑啦，讲到父亲，尤其刚刚这个一开始的时候，欣姐就提到，就是那个父亲只是会叫他去打猎，好像爸爸这个形象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比较严格的吗，是比较严肃的吗？对不对？是很严，因为我自己的关系啦，可能就是我，因为我爸是警察。哦，你爸是警察，哎呦，对，哇，更严，一板一眼，会不会？对，一板一眼的，然后就他一回，只要一到家，我们小孩就躲在房间里面，都是不敢出来的。哇，他这么有威严啊！你是怎么样？觉得你爸还在继续办案，还是不是？不是真的哦。我爸以前只要是做错事情，他说他就会，他是先问，他会把那个作案的那个方式，人事时地物，哇，你跟谁出去？哇，一板一眼的。你只要有小小的说谎，他就说，哎，不对，你跟上面这样不对哦，不对哦。哇，对，我是专门做刑事的，我很清楚哦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，所以你们也不会有轻佻的言语在他的面前出现，对不对？就是哎，老爸今天看起来很帅，真的、啊、都没有、啊、可是到其实我还蛮感谢主的，真的，就是到我退伍的那一段时间，然后因为我都是跟家里住，然后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我爸要去哪里他就是一定要带我去，然后我就其实我都已经，其实我爸已经知道我要有要搬出去自己住的那个，他是有知道、哦、搬出去住，对，然后退伍之后我就其实我都计划好了，哎呦，然后我爸，因为我爸都是两三天才会回来一次，所以你就趁着那段时间的话，就真的就搬出去了，在你爸不在的时候。可是你知道说你爸已经有感觉到你在计划什么，是不是？对，其实我爸都知道。对啊，你爸警察一定都有那个第六感嘛，办案这么多了经验。可是我爸其实他后面，他其实我知道他，可是他都没有打电话给我。OK。我有时候会休息，就故意回家一下，嗯，然后把那个床就这样翻一下啦，就等于假装有在家。对对对对对，人都这样。真的哇，我觉得你也蛮适合做警察的，没有会模拟的现场。然后就是有一次考验你爸爸。我最记得是有一次，那时候我快一个多月没有回家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我爸哭。哦，哎，这样讲他的那个尊严会不会？不会啦，不会啊，爸爸为儿子掉眼泪很正常。就是他再怎么样严肃，但是他其实内心是有自己最软弱的那一面。哇，那你听到他哭，你不就？其实我当下是真的就觉得自己有对对对，所以现在跟爸爸关系。就是要感谢主，我现在就是那个达明哥刚刚讲，我现在可以拍着我爸的肩膀，我觉得哦可以了哈，其实可以开玩笑，中间那个疏远跟隔阂，因为信了主不见了，对，哇，他是期待他跟他爸是有那样的关系，对，可以 buddy buddy 的，但不可能每天都这样，可是有的时候要有那样的，其实有时候他我爸凶的时候，当然还是要是会怕他，可是他我也有轻松的一面，他在我的面前他是拿下他的父亲的那种身份，在跟我们做朋友这样子，哇。哎，这个改变很大耶，这是好的改变，对。哎，那这样子讲起来，黑行大哥不是也信主了？那你跟你爸的相处？你跟你爸的相处？我们哦，对啊，我们连见面都很少哎，真的哈，从小到现在都是这样，除了就是像前几年一起上通告或干嘛，才会，反而那个时候比较熟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那时候也很好，就是因为其实彼此因为真的不熟。所以很多事情在上通告前要先问清楚。他对啊，因为制作单位会问说：“你讲讲看你爸。”比如说我念什么学校，他都不知道。他还说你现在念哪一间大学？哦，这样子啊，他先跳过。OK， 那有一个东西他一定会想要关心，就是你进演艺圈他是什么立场？他支持吗？我之前一开始我还没有去参加歌唱比赛之前，那时候他是抱着就是不鼓励也不反对 ，OK， 也不支持 ，OK。他就觉得，因为他只有跟我讲过说真的很苦这条路，他说不是你想象中说哦穿得很华丽怎么样，唱个歌好像就怎么样，他说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看。你唱了歌之后呢？慢慢的他觉得说哎有不太一样，就看到我自己有想说我自己有创作一些音乐，是，然后自己可能自己去比赛或者是工作干嘛，他说哎你真的很坚持，就有认真啦，有认真很坚持这样，对，然后然后慢慢的开始可以接受，然后。一起上，后来上节目的时候，他会故意说：“哎，帮你们介绍一个新人，怎么样？”用这样的方式，就是大概 push 一下这样子。那我们是不是请欣姐来为我们带一首歌曲？我要唱一下这首歌，叫做《彩虹》。没错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就这首歌的特别的意义。彩虹这首歌呢，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跟我爸过去这些日子有比较分离一段长的时间，我觉得只要
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我跟我爸爸之间的感情啊，只要就是雨过天晴，就是会看到彩虹。然后看到彩虹，不管中间发生了什么哈，最后一定会看到彩虹。对啊，对对对，好啦，一起来欣赏欣姐这首歌曲《彩虹》。这首歌啊，对，我十四岁唱这首歌，其实我还感还那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那时候很恰好是我们是一个选秀比赛的，对对，然后好像都有得名了，是，你是我的下一届，我还去看你唱歌，对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了。那这首歌是什么片头啊？我们那个是一个电视剧《电视名扬四海》。他唱片头，我唱片尾，因为后来那个动力火车有再翻唱，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彩虹是他们的歌，其实心结是原唱，有一些声音有点像，有一点点，而且你才十四岁，你那时候就可以唱的那么沧桑哦。对，上帝赐给他的声音，受爸爸的感谢主了，感谢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我们刚才讲到感谢哈，是啊，刚刚跟志豪有聊到说，哇，你有好多妈妈嘛哈，没错，真的，阿妈下来几个姑姑都很疼你，家里面这个母系非常强烈，我们家是母系社会。对，所以除了这个阿嬷之外，你也要透过今天节目要感谢三位姑姑。姑姑是吗？哦，姑姑对你的影响也很大哦。应该怎么讲？因为我刚刚讲到，就是从小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，然后所以大家是住在一起的，是等于我像有三个妈妈一样。Yeah. OK， 那那时候他们很督促我的功课，但是怎么讲？我先讲一个，我那时候叛逆的时候，我讲了一句很不好的话。哎呦，
因为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是最叛逆的时候，是，我记得那时候他就是大姑姑哇，大姑姑那时候在教训我，因为我好像是又不写功课，然后讲说答应说跟同学出去玩，讲说六点以前回来，可是我就搞到七点八点才回来，哎呦之类的，他训。然后呢，因为已经很长期，假如说很多事情要瞒，就是为了少一顿打，然后就去说谎。那说一个谎，就要说更多的谎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后来有一次，因为我就是想要少挨一顿打，然后我讲了一句话，让他超级难过，难过了将近，我看至少有十年。哎呦，这是到底什么话？我那时候他在打我的时候，我讲了一句话，我就看着他说：“你不是我妈，你凭什么打我？”哎呦。伤人心，然后他当下，因为他亲生儿子还像亲生儿子，你竟然讲这种话，我那时候只是一个想法，说我不想被打，所以我想要讲一个这种话，他就不会打我。当下没想到是这么的伤人心，我都真的不知道那么伤他的心，他难过了十年。后来是怎么跟这个大姑姑就讲开了，然后了解到其实他当时的那个心痛。对你其实这样讲，那时候我17岁的时候跟他吵过最后一次的。就吵架，最后一次吵架，吵得非常凶。我一气之下，我就说我要离开这个家，然后我就把行李就是整理好，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我妈妈，妈妈她在南部，是，我就把你想去找妈妈，我就把行李包一包，我说我要去台南了，我就跑去台南念书了，然后离开家里这一年多两年，我开始觉得说，哎，我的生活中没有这些家人。好奇怪，突然间少了很多。本来以为觉得很快乐，对，本来想说啊，没有人念多好，自由了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干嘛就干嘛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然后后来觉得我会想念家里的菜，会想念家里的人。你呀，真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真的，真的，并不知道说你在那些年当中，这些人是怎么宠你的哦，完全不了解，真的。然后是后来隔了这些时间之后，我那时候打电话说，我可以回家吗？对，他们就马上接纳你回来吗？没有，有约法三章，是吗？这是一定要。姑姑们也是要聪明一点，姑姑好厉害哦！是我好想听的，我要开始学。讲说，想看开都是姑姑啊。讲说，该几点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答应的事情不要说了做不到。对、okay.。然后功课该写就是要写。先讲好。好、不要说谎，不要说谎。不要因为贪玩或干嘛，然后去骗或干嘛。对，这很好，就先讲好。可是那时候才17、18岁，根本觉得就是玩乐很快乐的事情。同学打在玩，是我太乖了吗？真的，你是宅女的，对，我是宅女，超宅。就是他们跟你约法三章之后呢？对，约法三章之后，当然你就回来了吗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其实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也掉眼泪了。那时候我说我可以回这个家吗？然后姑姑就说这当然是你的家 ，always。然后我就他在等你，对啊。然后我就说我好想你们哦。哎呦！我在电话，你们这些嘴甜的坏小子，我们那种为人父母的，就是每一次只要听到这种就，对啊，就怎么样都一定会接纳，对不对？而且不管爸爸妈妈年纪多大，他们都吃这一套，一定所有人都吃这一套。对，我爸也是常常就是喝酒，他很喜欢喝酒，然后我一直祷告说，希望就是上帝可以让他再戒酒一次。他其实中间戒过，可是又后来又喝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是我软硬兼施哦。他都不听，然后后来有一次，我终于就也很想他，好久没回去，我说爸，好想你哦，然后就 I love you， 我就这样，然后他就一直笑，就是反正我常会是，我觉得就是像 Amy 姐说的，爱要及时，对，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会失去这些亲人，所以在你能够陪伴他们的时候，或者是能够说些让他们开心话的时候，当然这些都是打自内心啦，对啊，所以你这样真的。好想他们哎、我跟你讲，我们电话那头所有的姑姑抱在一起哭成一团，真的。你只能看到那边的画面而已，一定感动。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流行视讯嘛，看个视讯哎，卖 gay 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，我们要听首歌，带一首歌曲，志豪带一首歌曲。OK， 这个歌曲呢是要送给我姑姑们。这首歌也是一首闽南语歌曲。这首歌叫《老虎虾》。老虎虾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，谁知影？阮外头不敢听，异乡的我
一个人去为寒，寂寞的雨声在阮心肝。人孤单，像长翅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伫遐。阮的心只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时，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痛。你若要有孝是大，毋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婴仔，上好命。树下花草总要甲人拼输赢，为着啥？已经不知啊。你若要有孝是大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婴仔，上好命。不等人成功要来吃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在遐。出声，无人惜命命。欢迎你再度回到心灵乐飞扬。今天节目如果你有收看的话，你一定感觉到我们的节目充满了感恩跟感性。是。然后感恩的心哦，你就不会落入到那个自怨自哀，然后负面的那种情绪里面。Yeah. 所以我们要常常多多感恩，好，那我们还是要继续感恩下去。所以我们要请美玲来跟我们聊聊。美玲，你感谢的第二个人，好。其实我要感谢的人真的非常 多，因为从小到大，因为像我们都是单亲，所以每个时期都不同的家人来照顾这样。那在爸爸在台北上班的那段时间，我就是刚好从台北转学到山上。是。然后到山上那段时间，就是阿妈在照顾我，就是我的奶奶。阿妈就是从小我其实也是，她对我的管教，对我们家小朋友的管教也很严格，就是你只要不对，然后做错事顶嘴，一定是被打的那一种。好，我们从小就是做加工，因为家里其实不是很富有，所以很多原住民家庭都会做那什么家庭代工啊，灯泡啊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每一次有那个帮忙做完之后，我就很开心，因为他就会给我5块钱去买那个糖果吃。哇，小小奖赏一下。对，而且我跟我弟很奇妙哎，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在放学的时候，国小我们去山上找金线莲，一种草药，野生的金线莲，你们就会认得哦。会认得，而且我们小学3、4年级放学都走路上学嘛，以前没有车，然后我们就是从那个回家路上，我们也不走大马路，是我们就是从那个山里面的那个山沟开始进去，然后就开始找完之后，然后就到山上的那个某一家的商店就称钱，称那个称重，然后三个我跟我表弟跟我弟弟三个人就平分今天找来的钱，然后我们还拿回家给奶奶。所以小时候阿妈就觉得我们很贴心，你知道吗？奇怪，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些？很奇妙，真的。然后有一次，突然有一次就是到小学，其实还是会很爱玩，你知道？我们礼拜六通常不是都上到中午吗？然后哥哥姐姐们、表哥表姐他们都会说：“哎，走，我们去河边玩水这样。”然后我说好了，就这么一次应该还好吧，这样，然后就很开心的就一起大家在溪里面还玩那个滑水道哦，原住民自己发明滑水道，我发现原住民啊，就玩得很开心，超大胆，跳水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们小时候什么都敢，天然滑水道，很多的那种危险动作我们看到吓死，而且那个石头很高，然后也不会怕，然后跳下去才知道啪打到脸很痛，因为人家都是这样咚下去嘛，不会受伤，但是我们是直接好可怕，无底下去，那不管水多深或干嘛，我觉得应该就适合跳水，就会跳。我觉得应该原住民的小朋友很喜欢去冒险，听起来蛮
蛮有趣的，我们还蛮会自然。那没有受伤吗？就这样给他跳下去，没有受伤，所以我还蛮感谢上帝，就是一路就是我居然没受伤这样。可是那一天回家，就是阿嬷就看到你身体湿的，已经半干，因为走回家一个小时，只有一个小时，夏天也干了嘛。可是你看到那个蓬松的感觉，他说他还是知道，对，他就知道我们去哪里。然后我们两个就我跟我弟两个就是下跪啊，然后就拿那个竹子啊，山上也不用拿棍子啊什么，就是现成的摘下来那个竹子，就直接往你身上甩下去这样。哎呦！然后从那一次之后，我就觉得哎，原来阿嬷其实都很担心我们的安全。是啊，是。以前不觉得很危险呢，就是当下只顾觉得哎好玩这样子。然后对，其实我在今天要唱这首歌，就是母语歌的时候。我有一个画面，就是想到小时候我跟我弟弟，因为爸爸都在台北上班，所以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跟阿嬷相处。对。然后我们教会就是每一年的感恩节，就是一个家里的头会带领着家里的小孩，就是到大家的面前，然后就是祷告，献上你的一个感恩的心。是。然后每一个家庭都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都是阿嬷嘛，都是阿嬷带着我，就牵着我跟我弟弟的手，然后走到教会的最前面，是，然后带着我们祷告。啊。对，所以就我就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很有意义，而且阿嬷从小就是。对你来说，因为你的音乐的启蒙也是他。其实到现在也是哎、欸，每次我只要就是放假回山上，然后要离开前，我说阿妈我要回台北工作咯，然后他就是一样是拉着我弟，因为我弟会开车载我去坐车，就拉着我弟弟的手，然后我爸爸，然后我们就全家人一起在客厅祷告，然后帮我们祷告之后，就是祈求为你们祝福，对，为我们祝福，然后才上路这样子。哦，有这种阿嬷好好哦。对啊，所以我真的蛮感谢阿嬷，就是她觉得我们没有很富有没有关系，但是就是你一定就是要对得起自己，是，而且永远存着感恩的心，感恩的心就会不一样的。哇，好棒，我们可以听到母语耶。是啊，对，对，这首歌叫它的母语很难念啦，可是就是对，如果翻译成国语就是求圣灵浇灌。可是是母语的念法啦。对、，OK。下一句谁的数？我们还是听你唱好了，一起来欣赏这首歌。Sahui mamu mahkulah
母语的诗歌，这个诗歌真的很感恩啊，而且我每次唱完这首歌就会觉得自己很平静，就是不管在台北遭受多少困难也好，但是只要有这首歌我就觉得它可以安慰我，而且我会感受到家人与我同在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美玲分享的很好，就是每次当要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那个阿嬷牵着他跟弟弟的手，小时候的画面，然后到教堂到前面去，然后对，而且小时候你会偷看、哦，那个、就是一个很棒的棒，我会偷看阿嬷，阿嬷在讲什么，他就讲母语嘛，那时候很小听不懂，但是现在想想就觉得那画面好美，对，你看到一个镜前的那个阿嬷，是，然后带着一群孩子，为了这一家人的那个祝福，有没有？对，哇，好美的画面，够了，嗯，对，嗯，好，那欣杰要跟你聊聊。你对母亲的一个感谢、哦、你妈妈是一个什么样跟你的互动跟关系、其实我跟美玲好像有点像，就是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单亲嘛，她也是就跟爸爸，可是她的离开其实她都一直在我们背后一直在帮助，她还是在关注你。对，我最记得那时候她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在比赛的时候，是我母亲她会为一件事情，他可能就是三天不吃饭，为了这件事情，然后帮我们小孩子进食祷告这样子。哇！对，然后就我那时候那个比赛的时候，也得到很好的成绩。是。对，然后其实就是在近期啦，就其实我还蛮感谢我母亲，因为我母亲她以前就是做苦力这样子，哎呦，然后很辛苦、哦。对，她是刚好在今年，她刚好就是她的膝盖有问题，有开刀，然后装那个。人工的这样，人工关节，对对对，然后他就是刚好要休息，他说休息不要做事，然后刚好我们就是有时候还记怪自己，就是为就自己不太努力这样，就在经济上面其实还是有困难。对对对，然后其实我那可是妈妈又因为膝关节必须要休息，对，他要休息，可是他知道我们小孩子这样子很辛苦，然后他就去做那种。去上班去做清洁工、哦、他又开始他又开始他又开始工作，他希望能够资助你们，是不是？对对 对, 對，多赚些钱、啊、妈妈好辛苦、哦、然后我就打给我妈，我说干嘛，他说我、哦、每天在家里这样没有动，身体会很不舒服、哦、他用这种，他说我想要出去动一动、啊、他说妈妈不想要你们觉得，对，可是当下我们那种听到那种感觉是妈妈 对, 对，因为妈妈明明关节就不行，不好，对啊，可是我们那种听到那种感觉是非常，哎呦，真的天下父母心，所以妈妈对你、你对妈妈这种生活态度跟对这样的一个信仰无怨无悔耶、对你的付出，你会有些很大的影响吗？对你，对我还就是非常大的影响，会让我会激励我自己，对，希望让我能够快点茁壮起来，不要让母亲一直这样子，我们都已经几岁了，还要让父母亲这样子担心，希望能够赶快的，就是甚至于是你能够帮助妈妈、或是说让她可以至少日子好过一点、对，我觉得、我觉得母亲这样子对我们小孩子这样的用心、我觉得我一定是会还蛮自责的，那我希望就是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就希望我们的、我跟家里面，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我跟我父亲的关系跟、我母亲的关系，他以前从小这样、离开我们，可是一直到我们长大之后我们 还是有这种关系，是友好的关系，对，从以前就是我的父亲不让我们小孩子去找我，是找妈妈，因为大人有他们大人的这个情感上面的纠结跟问题嘛。对，然后直到我们近几年啦，然后这些事情都是变成很 OK 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，长大之后、大家都会改变这样子。你让我想到我这几年的，对我们一模一样，真的是一模一样，对啊。我觉得越久可能时间的关系，就对很多事情到最后会渐入佳境，而且你们也够大到真的心里面够成熟、终于回头看了解到说，其实即使妈妈有很长的一段岁月不在身边、但是那个妈妈的爱、只有多没有少、对啊，真的、对啊，因为我曾经老我母亲来问我说，她说你会不会讨厌我、真的，她直接讲我，他一定很自责，对，因为他不在你身边。那你怎么回答妈妈？我说不会、我妈也会，不会。他说，是吗？他说我没有，
这样在你身边，你会不会怪妈妈？对，都会这样问啊。啊，请问你用什么样的综艺梗回他？对，你们怎么回？我说，我说自己人嘛，那个。又是综艺梗，你走开了你。自己人嘛，讨厌。我会，就是我会跟我妈讲，我说过去，我都会跟我那个妈讲，不，过去没关系，可是我们现在。对啊、我们长大了，我们这样子的生活不是更好？好，所以听他们这样讲一下，觉得真的，现在眼睛看好像不一定是这样，不一定觉得自己很 OK， 或者是这事情我不见得能够接受。可是相信时间到了，很多事情自然会有好的一面出现。没错，真的，凡事都有可能嘛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欣杰要接下来带，我要带来这首歌叫做《凡事都有可能》。对。愿你我能成就一切。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你是星星的火，凡事都有可能。这不是病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，我甚至注意与我同在，在你绝对没有难成的事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你能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们星星的火，凡事都有可能。这不是凭感觉，我甚至祝你与我同在，在你绝对没有难成的事，我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你能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们星星的火，凡事都有可能。我相信我相信、oh, oh, 我相信我相信耶稣、oh, 我相信我相信、yeah, 我相信我相信耶稣、oh, 耶稣耶稣、oh, oh, oh,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我觉得今天看到他们三个的分享啊，你会感觉到说，好像他们年纪很轻，然后可能都不是很明白，也不是很懂得感恩。可是你最后就会知道说，当初那些默默的在背后付出的那些母性，真的有 payback 哎、欸，因为他们就是、你看，就是一个好小孩，每一个都是那个心存感恩。对，我今天看到这个节目，就是我就想到一节圣经节，说要常常喜乐，然后不住祷告，因为你。不住祷告，你不但是为自己祷告，为别人祷告，那个有的时候那个祝福会回来，对，要喜乐，然后凡事谢恩，关键在于谢恩。如果你今天
没有抱一个感恩的心，你很难喜乐。哎，你没有看到凡事都是被祝福，你很难享受那个真正的耶稣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今天前面观众朋友，你看了这一集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感恩？因为其实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都有一个祝福，都有一个恩典给你。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喜乐的心、感恩的心来回应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？所以说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，透过今天的这样的节目，我知道我跟你又先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，就是我们真的要常常喜乐，我们要不住的不单单是为自己，也为别人祷告，我们凡事谢恩。如果我们抱着一个感恩的心，主耶稣啊，你会把那个更丰盛的祝福给我们。如果我们抱着感恩的心，你会把那个更好的能力智慧给我们。如果我们抱着感恩的心，我们会常常更多的时候为别人祝福，为别人祷告，把快乐的那个根源，就是从你而来的那个恩典分享给我们身旁周遭更需要被帮助的人。所以说我特别要为电视前面观众朋友祷告，让我们抱着感恩的心，电视前面观众朋友，让我们大家都抱一个感恩的心。我们需要一个感恩的心，我们如果有一个感恩心，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到这个人啊，可能不一定很 OK， 但是如果我们感恩，让这件事情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这个人事物出现在我们，是提醒我们，我们更多更多的要调整我们自己，从我们的心里面出发，从新的开始来出发，一切都有你的美意在其中。谢谢主耶稣，透过今天这个节目，你要祝福观众朋友，祝福我跟明一，祝福现场的特别来宾，甚至工作人员，让我们抱着感恩的心活在每一天，知道你赏赐给我们是丰盛的祝福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。谢谢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们真的幸福，因为有你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，阿门。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也告诉你的好朋友，每周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心灵乐飞扬，拜拜。有你，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。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。有你，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。心的火，凡事都有可能。